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立人天。好，各位善信大德，义工立人天呢，我们也是特别来专访哦，就是这一次呢，阿弥陀佛圣诞法会，我们这一些的义工们哦，真的是义工立人天，我们可以放眼看去哈，大家非常的忙碌啦，而且呢，每一个人呢都是呢各尽本位的呢，哪个地方有空缺，他们就是呢赶快来帮忙哦，所以这里。应该都是基隆道场的吗？这里都是基隆道场的吗？我们是希望道场的。希望来，爱蒙姐的呀。来。好，今天对希望道场哎。我是那个20届巡视郭俊佳。你好。对。这一次喜盖兰圆智法师到底来？对，跟我们圆智法师一起来。我们第20届。20届啊，哈，好，非常的棒哈。谢谢你啊。好。来。苏澳道场，来，你们可以把头抬起来，跟大家举个手。这边镜头在那里，来这边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哈，谢谢，辛苦大家了，谢谢。还没哈，我们也是要跟你一样，要忙一阵子以后再用餐。谢谢，感恩。来，对，来。基隆道场的哈，来跟大家招招手。我们可以看到哈，大家精神都很好，而且呢欢喜心哦，因为我们每一位法工呢，你看看，有的昨天就来了，有的今天晚上呢昨天晚上12点，有的前天就来了哦，但是可以看到他们脸上没有一点倦容，而且现在刚刚好是我们五供呢收好了，有五供呢供好了，所以大家呢在洗盘子啊擦盘子哦，真的好像一家人一样哦，好温馨哦，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里面呢，真的好像都是一家人，所以我们呢真的就是为国修道，为民祈福，也希望呢借由佛菩萨的加持，我们可以达到世界无饥饿无战争，天下一家亲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来介绍一下叫什么大名？我基隆道场叫谢恩儿。基隆道场，好喝，来，很好。你基隆道场上前天晚上就来了，听说？对，昨天晚上坐，在我们基隆的话是7点钟发车，来到这里差不多11点钟，所以就睡在这里。对，现在会累吗？很好，做得很高兴。我每年都来。谢谢。只要有法工的话，我一定会到。好的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师兄，咱什么道场喂？苏澳道场。苏澳道场哦，你今天光早十二点就来啊？到这4点就到这。你来是拢做什么工课？在厨房。厨房做啥？茶行嘛做。
发财，大行拢做，精彩，拢有，拢有，拢有啊！你也要发财吗？嗯，还好啦。因为伊个吼饼做大个，迄个精神嘛做大个，你讲摇晃。有啊，那有啊。哦，是啊，是啊，真热，真热。即个天气，所以开始咧寒未？嗯，阿未。阿未哈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好好好，感谢你啦哈。哦，加靠好哈，啊、哦，呵呵呵，加油加油哈、哦，谢谢。你看吧，就是来自我们苏澳道场的我们的师兄哈、哦，那大家都非常的忙碌哦，但是呢，就是在忙碌当中，你看他们都是非常的开怀哦。哎，来来来，好、哦、好，我没有访问到你，你好，你好你好，你是哪个道场？我是基隆道场。基隆道场第几届的学员？二十一届。二十一届，二十一届这样总共几年了？哎，应该有五六年了。嗯，哦，是是是。法公每一次都来吗？嗯，应该都会跟得上，非常好哈、哦。哎，你觉得当法公有什么样的心情可以分享？哎，非常快乐，而且能够让自己哈、哦、心态上啊、哦、会觉得很愉快，都会放下。哦，是是是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对，很感谢老祖，还有感谢大家。还有师兄师姐华师他们，对，还有是感谢你哦。在哪里？啊，就像一家人嘛，大家忙碌的时候，你们忙你们擦擦盘子呢，我忙我的呢，把你们这个辛苦呢，让大家知道，大家这么样的发心来护持啊，我相信呢，天下一家亲的哈。对啊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感恩感恩。来，师姐，换家，哎，你也是哦，圣明龙泽啦，苏澳道场，圣明龙泽哈，所以这里也有苏澳的吗？对，啊，也有基隆的吗？对，好，好，好，苏澳的请举手，好，看前面，跟大家挥挥手，哎，好，基隆的请举手，看前面，跟大家挥挥手，哎，很棒，很棒啊，太好了，这里，哎，好好，你也一起来，好，挥挥手。基隆的，苏澳的，基隆的，好好，很棒哈，好，加油加油，嘿，加油嘿，加油加油。各位善心大德，贤士同修，大家好。新逢我们戊戌年，阿弥陀佛，圣诞齐安消灾法会。我们到了现场，真的非常的高兴哦，因为在我们义工利人天呐、啊，今天巧遇到的就是我们东港道场的学员哦，他们都是非常的护持，利用有空的时间呢、啊，啊，做一下莲位的供养哦。不过我们今天呢，真的是巧遇了这几位，我们先请他们来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师兄你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你叫什么名？我叫林明慈。哎，现在第几届？正七班十七届。哦，正七班十七届哦，啊，那进了道场多久了？算一下吧。97年进来到现在，哦，108，我嘛11年了，嘛十一年哈，他为你11年了哈。那所以说，我们东港道场的法师是谁？授课法师。现在授课法师是新营道场那个圆昌法师过来支援。圆昌法师哈。圆昌法师以前也是老师退休的，所以上课是非常棒的哦。那所以说哈、啊，除了东港这样跟新营这样跑来跑去耶，好辛苦、哦。不简单，精神可嘉。是，不简单哈、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，师兄你好，阿弥陀佛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东港道场第19届贤士陈明宏。是。陈明宏。19届啊、欸，那你也应该算一算也有9年了吧？九年了，进入宗门已经9年了。阿弥陀佛。那你本身有在上班吗？有，我是担任那个，我是职业是那个宝山总队那个货柜安检的那个警察。哎呦，我竟然站在宝山总队的警察旁边呢！你看看哈，我们所有宗门的这些贤士同修们哦，大家呢这一件的法服，只要一穿上来以后，其实都是老祖的弟子，都是相当有智慧。但是呢，在我们人世间呢，从事的工作呢，各行各业都有哈。当警察应该很辛苦吧？嗯，对啊，但是为民服务一点都不辛苦，跟师傅一样。为了世界和平，为大家的平安、社会幸福，他也是不辞劳。我们要学习师父普贤禅师的精神。是。所以今天一定是请假来的了。对，今天请假。啊，好是。那我请问一下哈，宝山总队，
货柜的大概在做些什么事情，为我们人世间呢在捍卫了什么事？我们是负责那个货柜安检，就是查缉那个枪支、毒品，还有那个管制物品，那个一些农产品。像这次重点是那个大陆那边如果有那个猪肉，怕那个进来的话，会有那个非洲的瘟疫，怕传染到国内的那个猪只啊。现在也是目前查缉的重点。是。可是我知道，这个像这个要查缉这一些，你们是不是在队里有养狗？那个狗很敏感的。有那个我们有那个科技有那个 X 光针检仪啊，还有那个警犬队，就是加入那个货柜安全检查这个成员这样。所以是养这警犬队很厉害耶。我看他们在这个鼻子特别的灵哦，所以说这也要经过训练，然后你们也要跟他有契合，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你们会知道。那个到现场的话，那个如果那个有一些危害那个违禁品的话，那个狗它会马上到那个地方定点，它就不动，它就会给我们会不动，它会。跟我们只是说里面有问题，那我们就会那个把它打开检查。是啊，他只是说可以告诉你说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对，他会不动，他会汪这样，会，他会就停在那边不动。如果都没有的话，那一直绕，一直绕。是。那为什么想要来学习易经啊？就是当初也是家里风水不如法啊。就是看到师傅的那个电视弘法啊，奇怪讲的那个一些缺点怎么都好像讲到跟我家很像啊，而且我也是受害者啊，我说我这种很好的妙法就赶快，那当初东港教室1999年有开班，电视有那个讯息，我就马上报名来参加学习易经心法。是。不过我今天看你拿了很多我们的三宝师，还有这些炳文书的这些的祭文了，大概有供养哪些莲位？在我们这一次阿弥陀佛圣诞法会的时候，我这次有供奉，有祖先，有因为有两个祖先是。那个两个祖先灵位，还有那个冤亲债主，是，还有住家地基主，还有那个阴灵，是，这个跟我们都有很有关系的哈、哦，在生活里面呢，其实它跟我们交错重叠，也其实都是在不同的空间里面了、哦，所以师父常常说，在不同的空间呢，其实有很多无形我们看不到的这些神佛或者是诸灵，我们每个人呢都是要怀着感恩的心哦。因为我想请问一下师兄。来告诉我们你是第几届？我是东港教室19届，19届也是元和法师的弟子学生。元昌吗？元和。元和啊。元和。你告诉我们你是叫什么大名？陈明忠，东城陈明忠。是。这样子，你要上课已经也是19届，也是上了快10年了。没有啦，已经8年多嘛，第一，现在是第九年。对，刚刚人心先是。毕业了，结业了，结业了，就是结业了，结。师父说哈，没晒功毕业呗，但哈这个浩瀚无边的大智慧哈，是结业以后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再来进来哈。那我请问一下哈，进了这个宗门，改善你家里最多的是什么？应该是很多都没有感觉，就是平安顺遂就对了。对啊，这样非常好啊。平平安就好了。是，所以你应该是退休了。退休了，真是。非常好。是什么样工作退休？可以分享一下。我是，中国石油公司加油站站长退休。又来了一个呢，卧龙藏虎的，我们都不知道说哇，原来就是这个呢，这么好的一个服务工作呢，退休到现在来这里哦，真的是非常的有缘，我们真的像一家人一样。来，师姐，来介绍一下。是东港19届，东港19届，法师是那个元和法师。元和法师啊，哦，是，那现在是？现在神师班。嗯哼，19届，生命短命啊。吴桂义，吴师姐哈，吴师姐，你安尼来做门了啊哈，你刚刚讲厝里改善上改济是啥物？
我迄、那个，我前年请那个延昌法师给我改门啦、啊。改门以后，改了差不多3月15号。正月改门，3月15号，我儿子就回家了。你改门的原因是因为孩子不回来，但是用我们中门的妙法改了门以后呢，3个月儿子回来，那时候你的儿子是怎样，常常不爱回来家？不是啦，儿子是高考没有中，出去7、8年没有回家。哦，是负气啦，就是讲这物质嘞，我是怎样，你考了你久考不过，好好是阿伯有回来哈，对，有回家了哈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是啊，所以那个时候除了讲改门以外，你有配合念经啊？诵经啊，我都有在诵经啊，祈求平安啊。哦，是是是是，平安就好。所以当妈妈不简单啦、啊、哈，小孩子长大了有小孩子长大的烦恼，但是呢，这个孩子呢，也不是去做坏事，就是说考试没有考到自己的理想哦，这物质嘞，把人磕一丢，我嫌他磕不丢，就差这么临门一脚，这个门一改了，果然，改过来就平安了。啊，是是，有没有继续再想着考？有啊，有哈、哦，好。给你这儿子加油一下哈，妈妈也放了很多心了哈。哎，所以师兄你嘿，大家加油，儿子加油，大家加油，好，谢谢，很好。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？不用不用不用，妙法大家一样都是那个师父的弟子，大家都知道师父传的这个妙法都很好用啊，都不管工作上、人际上还是各个方面都很好。是是，所以鼓励大家就对了。对对对，有空有闲的话，一定要来学易经。是是，嗯，所以鼓励大家哈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就是说啊，学习易经，除了说我们易经还有风水之外，心也是很重要，心法也是很重要。所以呢，我们看看在我们现在呢，就是阿弥陀佛圣诞法会哈，大家也在诵经祈福，由我们的法师来诵经祈福，让我们这些人呢，仰仗的佛光的威德力呢，将我们这些祈福可以达到消灾化劫，全世界呢，无饥饿，无战争哦。所以，请问一下，我们这次办上就是在我们的东港道场，总共来了多少人？东港道场总共来16个人，16个人是怎么来？坐游览车。哦，游览车16个人。16个人。哦，是。啊，另外还有那个，还有另外加上那个新营道场。哦，是。是是是，所以从东港再来接新营，再一起上来。没有没有，我们是各自。坐游览车、哦、各自坐游览车、哎、好，非常好。今天呢，就是因为我知道也是各位呢也要忙着自己、哦有一些联位要禀，有一些文书什么都要忙的，我知道，所以谢谢你们来接受访问，这些都是我们东港道场还有新营道场的学员了、那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说一声祝福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感恩祝福你们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各位善信大德、贤士同修，阿弥陀佛！我们现在呢，也是两位呢，都是新营道场的哈。好，新营道场的我们的贤士同修，你们今天几点来？早上6:30出门。早上六点半。是。哦，是是，都是坐游览车吗？坐游览车过来、哦，对，是。可以介绍，跟我们介绍，自我介绍一下，你是第几届，叫什么名字？我是第23届，我叫李建黎。哦，是的，是是是，所以也是进来读了2年以上了。是是是、哦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好，那师兄来，点点后蒙点力哈，你快要变成明星了啊、哦！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大名，啊是哪个道场？新营道场，23届正提升钱万成，也是新营道场维新功德基金会。SH0013朱会长哦，太好了，记得好清楚啊！我们都是在道场啦，都是以服务的性质哈。这个资会长呢，其实呢啊，我们的资会呢有很多的会友哈，所以说这些的会友们呢，他们其实有些不一定就是我们的学员，但是认同我们的法啊，都收看我们的微信电视台。但是呢，当然也会遇到很多问题。你会做服务吗？会，潜用，孙学孙用是。那你现在是浅学浅用还是深学深用？浅学浅用。
应该五年了。哦，五年了。哎，五年的话就是半身不遣的时候哈，也是很好。只要将这个妙法广传，帮助别人的快乐的心情分享一下。哎，帮助我们村里的人啊，会员很多。哎，谢谢。哦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所以他们也都很认同我们哦。他们很认同，只是因人还没有记住，没有来读，只有诵经啊，来赞叹。是是是，老祖威德利啊，对的对的，非常好。所以你看，浅学浅用，深学深用哈。你现在也是二十三届进来了，大概至少也读了两三年了嘛哈。对于咱的宗门的看法，下面看。就是说个人修行自己的，然后就是说，可以学一些风水地理哈，可以保护自己，然后帮助他人，是，那也是一个不错的修行的一个地方啊。是，没错。阿吉安吉的西宫，你们来的时候呢，是大概做哪一些法务？我今天分配到的是那个金主的那个金主的部门啊，就是说人家有那个要有用三宝师要来领金子的时候，就是分配给他这样子。是的。哇，安尼算算的吼嘛，是有当时无用。人潮来的时候啊，真的很忙了哈。那在这里呢，他们有很多人不懂嘛哈。现在就是说，有时候来的时候做帮忙哦。那你有没有什么在我们宗门里面哦，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案例？来维生圣教宗门是不错的，因为有宗教信仰，风水易经，对。利自己也是利他人，对，最好的修行法门啊哈，对，没错，谢谢啊，非常好。所以你今年有供养莲位吗？今年有的，供养祖先的莲位，是的，祖先哈，对，祖先让我们的祖德留方，到底我们的祖德要留多少方，都是要看我们这些子孙们呢，大家的努力，然后呢，把这些的功德回向给我们的祖先哦。每一次的法会呢，让祖先来这些听经闻法，其实祖先100%可以得到这个功德，充满了法喜啊。是的，所以啊，自从你进了宗门以后，你是不是所有的这些法务的工作，只要有空都会来参加？有空尽量来参加，是的，是的，非常好。那师兄，你更不用讲了，每次都可以看到你那么热心。对对，谢谢，谢谢。是，也是一样服务班上，除了说你的会员之外，班上的同学，你也会帮他做服务吗？也当班上的初级班的副班长，也当正级班的副班长。哦，你看看，能够当副班长。副班长都不错了哈，所以其实呢，我们来上课呢，就是让大家学到一个高智慧，就是说可以保护自己，不伤害他人，进一步还可以帮助他人。所以呢，由我们这两位贤士啦说出来的，就是他们充满了法喜，真的非常的高兴，也谢谢两位今天接受访问了，谢谢。来，我们来跟大家祝福一下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